对呀呀，这可真了不得。喂，怪博士，实验重点不能大声喧哗，我们知道吗？你之前说好的新城车手的认证，别用这种眼光看我，我这就拿给你们。不过可别让穆尼克拉听见，他对这方面可是古板得很。他可就站在旁边，我们这样交流，他早就已经听见了吧？放心吧，穆尼克拉在专注数据的时候，就连地震他都不一定能发现。这个芯片就是识别11城新城车手的关键信息，它会记录你们的身份，并和新城的数据核心连通。当然，只要使用密钥，密钥……糟糕，我忘记了，我把密钥交给了凯莉。喂，怪博士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在买卖方面可是很有底线的，我现在就把凯莉的位置告诉你们，剩下的他会告诉你们。哼，姑且相信你一次。不过，穆尼克拉真的听不见我们说话吗？喂，格鲁，第43号数据再跑一遍。
是你们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们。我们也没想到你居然加入了阿尔法，凯莉姐。是啊，真没想到。啊，是怪博士让你们来的，来拿激活密钥。这个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怎么了？突然这么严肃？怪博士的行为很古怪，他的权限让人很难理解。你怀疑他给我们的芯片有问题吗？关于到底是不是有问题，我们只能试试看了。小橘子，我们去奇迹赛场。小橘子，你穿梭甬道前，我会用密钥激活芯片，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，立马丢掉它。我知道了，凯莉姐，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。如果不是必须通过穿梭才能测试芯片的连通度，真不想让你直接尝试，不过只能这样了。小橘子，准备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们几个。波波早就问出来是他们了。没想到雷音叔和波波也来了这座城市。说什么傻话呢？前世界的赛车手现在还有不来这儿的？大家都在准备今年的全明星赛呢。看你们的样子，是来进行星城车手验证的吧？恩佐，恩佐，该死的，这小子又跑哪去了？居然电话也不接我。连自己的属下都管不好吗？喂，荣泰，别这么说雷音叔，
我们去帮你找他。那家伙估计又跑去商业区了，只能麻烦你们了。就知道麻烦别人的家伙。喂，我来帮你们一起找。喂，布布，我又怎么得罪你了？我的地位什么时候成了最低的？小橘子，波波就交给你们了。这家伙的气味朝着广场去了，似乎是在追什么人。你是怎么闻出来这些的？不是靠鼻子，是用心，用心懂吗？所以你们打算这样按兵不动，还是和波波一样准备立马行动？相信波波的，准没错。小偷，你给我站住！喂，愣着干嘛？还不赶快追上去！